忙什么呢？哎，最近呢演出比较多。好，哎，嗯，最近你忙什么呢？哎呦，最近我买了一样东西，把我给忙坏了。您买什么东西了？买一辆摩托车。哦，您这摩托车是什么牌子的？还没起名呢。哎，这有现起的吗？嗨，这个名字它不是大事儿。哦哦哦，关键这车好不好，它是大事儿。哎哎，那这样您让我开开眼行吗？行啊，走走，我带您看看我这车。咱看看。您来，您来，怎么样？您看，您看我这车啊，怎么样？您看，哎呦，啊，就这破车呀，瞧这意思，岁数比我都大呀。这话您不能这么说呀。啊，这是想当年苏联专家撤退时候留下的。哦，哎，苏联的。哎，不，这现在叫独联体。啊，您这是30多年的老废品了。这您就不懂啊。啊，这东西是越老越值钱的。哦，在国外这叫老爷车。您等会儿啊，就您这老爷车能骑吗？哎，修理修理跟新的一样啊。哦，那您这车是怎么修理的？你先把它都拆开。哦，他先解体了。把那个没用的零件呢，你都把它卸下来。哦，买新零件再换上去。你给钱啊？我给得着吗？还是的，你这人就不懂事了。怎么？我要花那么些钱买新零件，我那不是跟买新车一样了吗？那您怎么修理啊？我朋友多呀。哦，找那哥们儿满事得给我凑去。哦，是别人拆下来那不能用的那个啊，我把它擦吧擦吧，洗吧洗吧，涮吧涮吧，我就都安上了。你这叫穷凑合，这叫修旧立废啊。哦，您看我这反光镜。这是铃木的。哦，您看我这边盖。这个这是川崎的。嗯啊，您看我这闸门线。这是三菱的。哎哎，您这车修好了以后啊，也得到这个车管所领本子上牌子什么的吧？我去了，我到那车管所，我说您给我上牌子吧。啊，好说歹说，他们令不给我上啊。警察说的不能上。怎么？这车光把你一人摔死倒不要紧，嗯，就怕他这散的时候把别人见着。嗨，你这玩意儿，你他不给我上啊？这哎，嗯，这车上不是有牌子吗？这牌子啊，你嘀咕什么呀？大声说，这牌子啊，怎么了？我找人画的。这能找人画吗？这哟，这画好极了，你没看出来？谁画的？你弟弟。我弟弟能画这玩意儿？哎呦，你弟弟有这手艺，你不知道啊？没听说。他画的好着呢啊！你弟弟啊，画那假火车票啊，连那检票的都看不出来。弟弟，你也甭说了，嗯，这牌子也是假的。要说你弟弟，你可够黑的。怎么了？你弟弟给我画了一牌子，还画了一个驾驶执照，就这两件，嘿，跟我要了200块钱。怎么了？比我买车还贵呢。你买车花了多少钱呢？8毛钱一斤。另斤要啊。啊，8毛钱一斤呢，180斤，140多块钱我买车才。哎呦，那您这车还真是够便宜的。便宜，我们家买东西都便宜。哦，40年前我爸爸买那辆车比我这还便宜呢。40年前啊，一狠心买辆自行车，嗯，花了这整这个零，280，28块。28块钱您就买车呀？买旧的。那能骑吗？哎，你别看花钱不多，车还可以，骑得过。反正除了铃不响，上下哪儿都响。好嘛，这车都要散了，散不了，修理修理。嗯，开几根条，打个匣子，弄两块闸皮，虽然不太灵，也凑合。那可不行，嗯，自行车闸是要紧的。嗨，就那么回事儿。铃拾的好了没有？铃啊，不响不响吧，省得吵得慌。这像话吗？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。他说危险，因为他胆儿小。怎么胆小啊？就这老头半夜上厕所，老伴拿手电后边跟着呢，还得。哈哈，这么说你胆子大？艺高人胆大呀。哦，那你敢骑这车上街吗？你要不信，我找那最热闹的地方。哎，我给你溜一圈，你看看。哦，哎，站长。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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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
胖胖胖胖胖起来了，这比那阿波罗上天还热闹。怎么样？你看这车。老大爷，对不起您，我是试车呢，您叫这扎布灵把您撞了。哦，你是侯耀文，您认识我呀？哎呦，这事儿可太巧了。怎么呢？40年前呐、啊，你爸爸在这条街上就撞过人。一出前门，快到大石栏，前面有三轮，嗯，他要靠边站住，往边上一挤，我没地方去了，一拨把，噌，上便道了，嗯。正撞上一老头，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，也大劲儿猛一点，捅一下子，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。好家伙，药铺里边人吓一跳。嗯，老先生，你买什么？老头说：“我什么也不买，我是撞进来的。”挨撞那老头啊啊，就是我爸爸啊。这40年过去了，我也成老头了。哦，照您这么一说，好像我们家这撞人他遗传。啊，那我这挨撞也遗传呐。我觉得我比我爸爸撞的科学。科学？您想他撞到饭馆里，他比撞到药铺里强啊。哦，对不对？您看，这不是这都是现成菜，这干脆我给您来瓶好酒，咱这事儿就了了。再见。不行啊，怎么了？您什么时候进来的，警察同志？我一直盯着你呢。您盯着我干什么呀？我出了事想溜。没有，我告诉你啊，40年前你爸爸就没溜走。不管他那套，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。咦，对面又来个警察，赶紧下来吧。下来，我趁他没瞧见，莫回头来一拐弯，滋溜下子。这回他再想饶我都找不着了。你掉家了，掉沟里了。你说呀，迎面过来那个警察就是我爸爸。哎呦，是我爸爸把你爸爸由沟里头拽上来了。由于你爸爸违章，拽上来之后罚了他5毛。哦，那这么一说，这事儿就好办了啊。咱们这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了，是不是？您看您是不是就罚我5毛，咱这事儿就了了。谢谢。喂，哎，你这可不行啊！你呀，不单是骑车肇事啊，而且你这牌子是假的。这可是违法行为。不是，这那您这样得了。嗯，您高抬贵手。嗯，等哪天我买点好酒好烟，我上您家连看您爸爸再看您，咱们这事儿就了了。你看，甭套近乎。那不是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这事儿他就应该免于追究，依法拘留。这哥们一点面子都不给，感情。对，你应该啊，到这个拘留所好好反省反省。等我进了拘留所，我一看我又乐了。你乐什么呀？这拘留所里我待着不闷得慌，我碰见熟人了。谁呀？你弟弟呀。干嘛呢？你弟弟在那儿写检查呢。